好，欢迎收看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我是小 Q。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喜剧恐怖片《猛鬼活跳墙》。建筑设计师彪叔在行业内辛勤工作20年，最近因一杆设计受到老板赏识，升迁之余更获赠一幢山中别墅的使用权。彪叔与妻子兴高采烈地告别了拥挤的旧屋，携大女儿阿珍、阿珍男友大个儿探访别墅。虽然家具需要重新添置，阿珍又在别墅中看到可疑的黑影，但难掩一家人的乔迁之喜。闹市佛跳墙看到彪叔一家搬来后，一直劝说他们搬走，但是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彪叔及家人都没有听佛跳墙，反而多次误解他。然而不久，别墅中便发生众多可疑之事，凌乱的阁楼中似乎潜藏着对彪叔一家不怀好意的鬼魂。大个儿请来的捉鬼专家被鬼物肆意整治后，反被恶鬼吓走。原来别墅从前曾有惨剧发生，彪叔等人正一步步重演当年血案，而受恶鬼影响的彪叔脾气愈发暴躁。就在彪叔一家人要将恶鬼生前的悲剧重演之时，道士佛跳墙出手相助，经过一番大战后将恶鬼打回原形。但谁知佛跳墙竟然不是显出原形恶鬼的对手，关键时刻大个儿携带佛跳墙师傅的骨灰前来，彪叔使用风扇将骨灰撒到恶鬼身上将其消灭。好了，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小 Q 说说自己对这部电影的看法吧。小 Q 认为《猛鬼佛跳墙》本质来说是一部模仿《闪灵》的作品，但是其中融入的中国元素却让这部片子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片中出自小孩子之手的恐怖壁画更是画龙点睛之笔。同时，80-90年代是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时代，古片、鬼片、僵尸片曾风靡整个中国。特别是当时的电影人相当敬业，不仅时时吸收西方电影的精华，还在剧本题材、拍摄手法上不断创新。总的说来，本片是一部不错的恐怖片，剧情设计、气氛营造都可圈可点。最后，谢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每天一部好电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